请莫老师品茶。嗯，好香啊。哎呀，只可惜这么优秀的女人到现在还单着，你多对不起自己，让多少男人失望呢。你以为我想单着呀？哎，我们这工作天天三班倒，有点时间回去就睡觉了，哪有时间约会啊。我现在的态度就是不将就，爱谁谁。说得太好了。就是啊，为什么要凑合着找一个不爱自己的给自己添麻烦的人的。对呀，单着也是一种品味。哎呀，我得拍张照片发个朋友圈吧。本次列车终点站是回民馆东大街站，列车运行前方是就是丁翔宇啊。啊！丁翔宇，我再给你强调一遍啊，你是个站务员，你的职责就是坚守岗位，看管好自己的财务，钱包、背包、手机看好喽。本次列车终点站是回民馆东大街站，列车运行前方是左右手时遵守程序。钱包，我的，你的。小偷呢？跑了。冯哥，刚才站台上有一小偷偷了一乘客的钱包，他是从那个电梯上上去的，你帮我查一下。橘色的钱包。对，橘色的钱包。嗯，好，就这么着。坐下吧。怎么回事啊？说说吧。我是一再的在那儿喊，我说看管好自己的财务，看管好自己的财务，可他就是不听。你说我又不能明目张胆的去喊抓小偷，我又不能跑过去抓小偷，那我只能眼睁睁看着那小偷就拿着他钱包就跑了。你看见了，你不喊抓小偷？你问我们站长，我可是谨遵我们站长的教诲，
我们站长说了，说一个站务员的职责 是坚守岗位，而不是抓小偷。你问他。那你不能眼睁睁的看着小偷偷人家东西啊。就是。那我又不能抓，我又不能喊，你们让我怎么办？那你不会拿着对讲机对风口喊一声啊？那步话机那调频都是一样的，我一喊了，整个站台的人都知道了，那乘客一听见不就乱了吗？乘客怎么会听见？你小声说呀！哎呦，我一直给他使眼色，他理解不了，他还瞪我。你怎么跟人使眼色？我就这样，我这样。你不是这样的啊？你这我没有歪嘴，请您不要夸张，我没歪嘴。你有，我只是，我就是很简单的这样，我就这样，我就这样。有人，您就我很普通，我很平常，就传递给你这个意思。你看，然后你就这么瞪，一直这么瞪，您就理解不了，理解能力太差。哎呀，我呀，真的是以丢钱包为代价，深刻的体会到了你的特长，坚守岗位。收到，马上过来啊！你俩的事儿我就不管了啊，好好研究怎么眨眼的。喝杯咖啡消消气儿啊，不走了。什么好聊？算我倒霉。干嘛去？我上班去，你干嘛去？我这事情没解决呢，你上什么班啊？你事情没解决，我就不能上班了？我钱包是因为你被偷的。您钱包怎么能是因为我被偷的？你没有提醒我，我钱包就被偷了。我怎么没提醒您？我一直给您使眼色，您没理解我的意思。坐下，把这事情说清楚了。说什么呀？说清楚。哎，您请坐。我说这位小朋友，你就干点聪明的事情吧，啊！你看看你为了一个冒烟的包，把自己的眼睛弄伤了，还搅得整个地铁站鸡犬不宁。最关键的是，你连累了我的方案遭到质疑。你什么方案啊？今天啊，你看着小偷偷乘客的钱包，你根本就不管。说得好听，坚守岗位，我看你是缺心眼。你啊，还是学做聪明豆吧，别傻笨了啊！我告诉你，我这叫大智若愚。我看你啊，是一盆水煮鱼。坚守岗位，你就真的眼睁睁看着小偷作案了？哎，你也太二了吧你！哎，你说小飞这么冰雪聪明，你怎么那么缺心眼啊？是不是你爸妈偏心眼，然后光记得心疼宝贝女儿，没给你补钙是吧？我补什么钙啊？我又不缺钙，钙补多了会得胆结石的。
你跟着我干嘛呀？啊？你以为我愿意？是月姐让我护送你去停车场。你，我用不着你这个傻。不用，我练过。小营长，正好我团长吃了个小营长。哎，我不那么走了。哎，我走这个不中晦气，总是说好的，瞧瞧。没有啊，你看我就是走的这个，我不是晦气，耍赖皮，不玩，不玩就不玩呗。哎，你还有理了，我这是知错就改。悬崖勒马，你这是没有组织性、纪律性，还嬉皮笑脸的，我处分你。你呀，还是那个臭脾气。你以为你还是那个丁团长呢？那年我们修北京站的时候，啊，你偏认死理儿，啊，死活不同意我的浇筑方案。别看我只是一个营级的技术员，还不带那个长儿。我照样压过你，还不是按我的方案浇筑啊？啊，气死你！两码事儿，技术上的事儿，谁有理听谁的，跟团长、营长没关系。万一出了事儿，谁负责啊？对，就是你说的那个啊，那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儿。岂止是人命关天呐！建一号线的时候是按战备工程建的，那是国家大事，谁有那个胆子敢偷一点错呀？哎，左奇啊，我哎，刚刚我走哪步来着？哎，就是这一步。哪步？我把你团长吃了。是吗？我走这一步了吗？当然了，我回去，我不走这步了。你刚才说的啊，不走，不许回去。不，你刚刚说的嘛。大哥哥，这张照片是你吗？嗯，你怎么有这张照片啊？我是从新闻上看到的，觉得你太酷了，所以就保存下来了。我能和大英雄拍个照吗？行啊，嗯。您能下来吗？哎呦，不行，我们现在高峰期，我下不去。要不就，嗯，对对，哎，对，行。一二。谢谢你，客气，再见，再见。站长，人流量已经开始增大了，今天是南风还有雪莉他们电影首映式，一会儿粉丝会越来越多的，百日安全就这么几天了，千万要注意啊！放心吧，大家都排好队啊！现在人多啊，我们现在实行限流，每一个人都排好队，大家不要着急，肯定都能赶上自己想赶上的车啊！大家千万别着急，来，来上。
千万不要着急啊，排好队啊。您去哪？王梦。哦，王梦。啊，对不起，那个我再数一下啊。一二三四五。啊，明白。先下后上啊，不要着急。看守一室的，抓紧时间出战啊！对对对，往那边，往那边。先下后上啊！看守一室的，对，赶紧往这边，往这边。出战好，谢谢。谢谢谢谢，往这边走，抓紧时间出战。好，谢谢。雪莉，雪莉，雪莉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不要拍了，不要拍了，哎，不要拍了，不要拍了，不要拍了，走了，走了，走了，行了，行了，不要拍，不要拍，他不是，你看他根本就不是雪莉吗？这不是。丁翔宇这是在追星啊。累死我了，累死我了！哎呀，棍子！四爷，你又想起来擦牌子了？不会是又要大扫除了吧？啊！不会吧！天哪！月姐。粉丝事件，我们金铁站再次混乱，总公司决定严肃处理我们。
金牌班组的牌子要撤了。对不起，是我连累了你们，我给大家道歉。可是我真的没有追星，这件事得说清楚。那现在说这种话有意思吗？啊，你要是有能力证明你是清白的，你跟总公司说去。现在总公司认定了是因为你追星，才造成了站台的混乱。造成了后面一切一切一切的发生。行了，现在追究到底是谁的责任没有任何意义。事实上是我们今天这样混乱了，在座的每一位都有责任。现在我们要做的是振作起来，加倍努力，把失去的荣誉夺回来。谈何容易啊，一年365天，我们努力工作258天，就差最后一哆嗦了啊，功亏一篑。秦月啊，你认为区站长这个职位会永远在那等着你吗？机不可失，失不再来。不就是个区站长吗？不当区站长，我一样工作，一样生活，一会儿少块肉，多大个事儿啊！是，你没事儿。是是是，你的心情我理解。我要不走的话，你不是也提不上来吗？是吧？这个站长的位置对你就那么重要啊？重要重要重要，对我来说很重要。你是公子哥，你当然不知道了。哎，我现在单方面宣布，从今往后我拒绝跟你这样的人说话。哎，对了，我想起来了，你是公子哥，干脆你跟你妈说一声，把这个牌子还给我。你少说一句行吗？错了就要认。现在都跟我去总部送牌子。你跟上，不许掉队。你们一而再、再而三的制造混乱。秦月，你当站长多少年了？怎么管理的？公司的规章制度是摆设吗？百日大战的最后一天，你们京铁站栽了个大跟头。背包事件和粉丝事件那不是偶然的，是因为你们的安全意识薄弱，管理不到位，职工不尽职，对平时的演练流于形式的必然结果。所以公司研究决定撤销你们金牌班组的荣誉称号。站长秦月，到。Thank you.
总，嗯，区站长候选人的测评报告出来了，您看一眼，结果怎么样？区站长的人选集中在张思琪和秦月两位站长身上，根据考察，他们二人各有优势，旗鼓相当。你觉得秦月合适吗？我这么跟你说吧，你去餐厅吃饭，一桌菜你都特别的满意，最后上来的那碗米饭里头有一根头发，你什么感受啊？那石总。这测评报告，您看着处理吧。行，你先给我吧。那我去忙了。嗯。哎呀，张思琪。刚刚当上区站长，他就来视察工作，干嘛呀？为啥训的事儿？拉倒吧，我看呢，他就是新官上任三把火，在我面前显摆显摆。看他平时一开会啊，菊花，开会啊！他这样不要了。哎，跟你说点正经事儿，你哪天跟公司建议一下啊，把这个害虫啊从咱们站调走，待在我们让我们一天了，迟早会惹祸的。不行，那你叫丁浩宇怎么做人呢？人家也会说我们不负责任的。那谁对我们负责任呢？哎，你别废话啊！你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行不行？我在说一个陈述一个事实。李站长，我站长，别说了。月姐，这百科怎么了？今天怎么突然要开会啊？张站长要来视察工作，给我们开会。哪个张站长？张思琪，区站长。他。待会别乱说话啊。站长好。来了来了，要不要鼓掌？要不要鼓掌？给他点面子吧。热烈热烈。嗯。欢迎，热烈欢迎，欢迎，热烈欢迎。哎，您请坐。欢迎您过来视察。哎呀，我怕把你手弄脏了。刚才来的时候呢，我在走廊上摸了一下窗户，你们看看，多少天没打扫了？可能是没有打扫彻底，回头我们再打扫一遍。那不可能啊！我昨天刚擦过的。哎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丁翔宇。哦，就是那个追星的。我没追星。你没追星？没有。
好，我们大家都落座吧。哎呀，我今天来呢，主要是跟大家一起探讨一下，看看怎么把我金铁站管好。官样文章就不要做了，主要还是要抓落实。大家可以敞开心扉的说一说你们的检讨，啊，你们的总结，好吧？我们都随便说，那开始吧。秦月，组织一下。嗯，来吧。那我先来发言。既然领导让随便说几句，那我就随便说几句。其实也没什么好说的。请区站长放心，我们一定会在秦月站长的领导下，争取把奖牌尽快夺回来。好。好。继续。你说吧，不说。丁小云，你先说。你说。李思辰，你说吧。随便说，是吧？那我就随便说两句啊。其实我们月姐真的挺拼的，真的。她为了我们金铁站，没白天没黑夜的工作，结果把自己的事都耽搁了。现在都三十好几的人了，还没有男朋友。这一切一切都是为了我们金铁站。哎呀，秦月呢？前段日子，为了想当上这个区站长，确实是蛮拼的哦。秦月呀，现在是要事业没事业，要爱情呢没有爱情，可以说是人生的低谷。但是每个人都会经历这段时期的啊，很正常，我们大家互相理解一下啊。哎，秦月，我远方有一个大表哥，我觉得跟你挺合适的，回头我给你介绍介绍啊。真的啊。私聊私聊。其实不用介绍啊，像我们月姐这样要脸蛋有脸蛋，要身材有身材的人，上得厅堂，下得厨房，那正儿八经要个男朋友，那还不是分分钟的事儿，不需要什么大表哥什么的，像我们月姐这样。行了，丁小雨，你再说两句吧。那我也随便讲两句吧。随便说。我想起来了。张站长，我见过你，这很正常。你还去过我们家呢，找我妈，给我妈送礼，让我妈帮她当上这个区站长，后来我妈没同意，把她给撵出来了。您忘了，当时您拎的那个杨桃和火龙果去的，后来我妈没要，您又拎走了吗？很正常吗？过年过节了，我看望一下老领导，很正常啊。张站长，时间也差不多了，你看你还跟我们再说两句什么？走啊！我去找一下大表哥啊。张站长，我送送你。丁小雨，你不笨也不傻啊。周百科，你刚刚看见张思琪那表情了吗？再会，脸都绿了。我觉得刚刚如果有个缝的话，估计他都已经钻下去了。你还跟着瞎起哄。丁香雨，你又犯错误了，你知道吗？别人新官上任三把火，你在这给领导下不来台，以后怎么办？我说的都是实话呀。实话，就是因为实话才吓人呢。你呀，你等着被穿小鞋吧你。我才不怕他。你是不怕，我们怕。我又没有一个当总经理的嘛。哎，干得好。我说当年呢，你是在哪个市啊？啊啊，
我原来是工程兵的，嗯，后来转业到地铁指挥部。哦，哎，那你是69年呢，还是73年呢？73年的。哦，你呀、啊，发在网上那些照片啊，太有收藏价值了。哎呦，您再看看这个，嗯。哎呦，这可太珍贵了，都是北京地铁1号线修建时候的。后边啊还有2号线呢。哦。哎呀，我呀想建个地铁博物馆，把咱们当年建地铁时候那些事儿都传下来，哎，展出来，让后来的人看看。我们当年这些老骨头，是怎么在要什么没什么的情况下，愣是把地铁给建成了？哎呀，要说那时候的条件呢，啊，现在这年轻人呢，根本没法想象。你就是讲了，他们都不信。可不，哎，关于建地铁博物馆这事儿吧，我跟好多战友都说了，啊，他们也支持您建一个地铁博物馆。哦。他们有的人吧，嗯，特别心细，保留了好多呀当年的物件。哦，咱们得抓紧时间呐，哎，把从前那些事儿啊都记下来，嗯，展出去，要不然等咱们这帮老骨头都入了土了，嗯，恐怕就没有人知道当年那些事儿了。可不嘛，那个当年修八宝山地铁的，嗯，是你们师吗？就是我们团。哦，我就是那个团的团长。哦，丁团长。从昨天夜间到今天早上，短时暴雨冲刷的北京多个地区，为此北京市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。那个设计师的钱包找着了，这个找着了。啊，而北京防那个小偷挺讲究，把钱拿走了，证件什么全留下来了。那小偷还挺有职业道德的，有职业道德也抓他。这一分都没留下，真行。这是孟小黎的对吧？嗯，月姐你给我，我还给他。上回都怪我太死板了，我想当面给人道个歉。还有点自我反省的能力哈。道歉的时候态度要诚恳，千万别挤眉弄眼的又把人弄生气了啊。降雨气温也有所下降。那你设计师很漂亮，冲人挤眉弄眼啊？我没挤眉弄眼啊，你别听月姐瞎说。那天是因为我站在那儿，我不能去抓小偷，然后我就用眼神提醒他，有小偷偷他钱包，我就这样。这样，你这不就是明显的勾引人家吗？对，是勾引的，很正经的，好吧？我就这儿。大部分山区发生崩塌、滑坡等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，提醒。你看这市里都发布橙色预警了。站长，外面好像下大雨了。门口站人很多人。是国土局与气象局。收到。峰哥，我们俩去 A 站口，你去 B 站口。好。房山区西部门头沟区昌平村。哎，你们跟我去那边，那我走了。大家让一下，来，大家让一下。防汛包铺上吧。来。